欢迎收睇点仔周记，我是点仔生亮。今年七月一号是香港回归祖国的25周年纪念日，本港多处都挂起国旗、区旗以及回归的标语，市面喜庆气氛处处洋溢，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表示祝贺，期盼在新一届特区政府领导班子的引领下，香港迎来更美好的未来。各位点仔周记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毕永贤。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，首先在这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，而香港呢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呢，一定会迎来朝阳，人心回归。各位电仔周记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朱定文，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。今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了，我希望可以看到内地和香港的青年有多些的交流，有多些的互动，希望呢香港的青年可以大胆 为自己的梦想去追。各位点仔周记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任家贝，前短道速滑奥运代表。7月1号是香港回归25周年，在这里希望大家明天更好和勇往直前。各位点仔周记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 Johnny。 今天很开心知道我们特区政府7月1号就是25周年了，我和大家一样期待我们的特区发展得越来越好，希望在今日祝贺我们的特区，为祖国，为我们香港的同胞一起努力。我们只要相信我们自己，相信国家，我相信未来的25年会更加发展得好的。各位点仔周记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立法会议员李子敬。今年就是回归的25周年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进入7月1号，适逢我们新一届的政府也都会上场，所以在这里祝愿大家，我们回归25周年，国泰民安，繁荣昌盛，我们新一届的政府带领我们香港再创高峰。我是高 Sir 高曹杰，首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生日快乐，与此同时亦都是高 Sir 出来社会打滚25周年，在这25年里面见证着香港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，令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，香港市民生活越来越好。你好，我是傅振中，保卫香港运动主席，今天在这里祝贺我们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纪念，我是祝我们国家和香港都国泰民安，经济繁荣进步，大家的期望都是可以尽早落实这个陆港通关，以至我们可以和内地的同胞一起去享受国家的繁荣安定。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祖国继续去蒸蒸日上，香港继续繁荣进步，多谢大家。回归25周年，我希望香港一年比一年更加好，能够坚持到我们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，能够发展得更加强大。希望呢香港可以尽快和内地通关，香港的和内地的疫情呢也都尽快消失过去，大家都可以过正常的生活。回归25周年，以往几年被黑暴和外国势力搞到我们香港很不开心，现在我们国家富强了，所以现在香港将来一定好。接下来就香港回归25周年了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日子了，我就很希望疫情快点过去，香港可以尽快回复以往的繁荣和稳定，亦都希望香港可以盡快通關啦，就大家有來有往，大家都開開心心，再回復以前的生活。